常记得那一年，公公带着我到城里找妈妈。那是我第一次和公公出门远行，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表哥，我也不知道你女儿住在哪里，她没有告诉你她住在哪里吗？她在外面做什么，我这个姑婆也管不了。你女儿的性格你应该也了解吧？我听人家说她好像在那种地方说，你晚上去找她吧。妈妈，阿飞，阿爸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哦？我答应过阿飞，如果他读书成绩好的话，我一定带他去找妈妈。这些年来，为什么你不回来看看他？你现在到底做些什么工作啊？我的事你们不要理了，你们走了，你们不要烦我了啦。自从你生下他之后，把他交回来叫我看，这么多年你有回来看过他吗？你有做过妈妈的责任吗？哎，车来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上车上车。老公，妈妈不跟我们回家，妈妈很忙，妈妈要去中国。公公，我要风筝。你叫阿飞，也想像风筝飞高高啊？我要飞高高，看人眼。那我们回家啦，公公回去做个风筝给你啊。做风筝不能记，这架子要做的扎实，做不好呢就飞不高，凡事不能一步登天。公公，你做好了记得叫我起来啊，教我放风筝啊。好。
来了，放风筝。公，起来了，放风筝。公，起来。公，起来。公，起来。面我买回来了哦，起身吃的哦。哦。哎，怎样了啊你？好点没有啊？今晚你还是不要出啦。每天晚上喝到搏命这样喝，小心你自己的身体啊。我只是想赚多一点钱，让阿飞的生活好一点。飞，炒饭不带一个打包。哦。老板，打包好了。老板，你有事我收工了。你去放风筝了。我去了。仰望着天空，我渴望的一个梦，没翅膀飞翔，我被配合着清风，沿着手中线飞向自己的风景。阿公，我要告诉你，阿飞现在可以飞起来了。